来到流行圣境，希望你们能够在这里稍微忘记旅途的疲惫，好好休息一番。本来应该在初次见面的时候说这种欢迎词的，没想到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。既然一切恢复了，那就为你补上这句开场，怎么样？听上去还是挺正经的吧？珊瑚宫小姐不打算把那个贝壳带回去吗？我反倒觉得保存在伊迪亚小姐这里会更合适一些。如今的海七岛已经有了新的宝物，人们的愿望也正慢慢被实现，不如就让她守护着这瓶中的圣境，陪伴着路过旅人们的梦想吧。如果从阿如村走的话，就能够途经喀万邑、查纳园，绕道去须弥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要顺路买什么东西吗？你们只管选礼物，我来负责提，只要手里拿得下，多重都没问题。哪有那么多人要送？妈妈、阿贝多哥哥、秦团长、雷泽，还有迪奥娜姐姐、莫娜姐姐、菲谢尔姐姐。看我干嘛？没什么没什么。可丽想给大家选什么样的礼物呢？要日落果味道的糖，还有驯兽那样的大帽子，还有可丽要买很多很多故事书送给大家。但送给妈妈的礼物可丽还没想好。没关系，边走边看，姐姐们也会帮忙的。嗯，谢谢姐姐。